好，我们这一样算73哦。然后发现为什么有时候我73的视窗读得到，有时候会读不到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一定要先确认好它读到，我才可以开游戏。应该说开录影，真是很讨厌。其实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在时光机杀了，他的画面很不稳定。因为他要用全一幕那个视窗截图，他没有办法只用直接截取那个游戏视窗画面哦。然后，你今天是跟死神一起玩？等一下哦，先看一下我，对啊。10MB，这是录第一次，然后就断掉了。这真的是不知道在录什么鬼东西。好了，不管了哈，应该读得到画面，我看一下，有读到吗？有读到吗？有读到吗？哦，有，有哦，有哦。嘿嘿，诶、等一下哦。上次呢，我们本来是在建那个嘛。然后后来，我自己去采了一些物资起来。对，本来有录下来，可是我发现我没录到，就是没有确认好它的画面到底有没有录到。这次呢，再三确认一下，很好，有画面，不要骗我哦。录一录，等下又没有画面，干哭哦。眼角痒，你别找死，别找不舒服。开好了，给我那里啊？这是你的，对，这地方我弄出来的，赞哈，耶！他能不玩吗？对，他等一下的，他先吃饭。我们先去探险吧。今天的我们以探险为主。看谁？对，探险。干了什么事情？我在地下隧道。我整理一下包包。我也在整理。子弹火药嘛。钢骨模具放进去。植物纤维应该是不用带了吧？应该啦。炸药的，对，这个我们做成……我想做做看泥碗。泥碗到底能煮什么？可以煮玉米浓汤哦，不行，你往这干嘛？装水？不行。啊！拿那个家里碎肉过来，烂肉了，不是碎肉。可以煮成一碗肉吗？他好黑
噔噔噔噔噔噔，嗯，找这里。那个侧边那边啊，僵尸还是打进来。侧边。嗯。正门口出来侧边。嗯。所以还是有失手过，对不对？也不算失手了。反正他们打进来的时候，我人不在这。天干。袋子，这样子吗？好，这袋小一点，真会用得到。两百三十四发应该暂时射不完，只能先放，先放倒。不要，带着以备不时之需。嗯。谁肉嘞？去睡大了，还有忘记什么吗？没有吧。这隧道挖超级崎岖的，卡住，哎，还要跳一下。嗯。出来的时候，大致上都是僵尸要出来，应该会在家里那边，应该的。试试看，能不能走过去？骗我！该死的骗！这是一个厨箱，我满。放下，又骗我放了下来。嗯，看一下我们要放什么东西进去呢？木棍要带着吗？我们现在有木板，所以木棍应该没关系，可以放进去。嗯，铁锹那个铁铲用不到。烂肉、泥丸、水、弹枪、五次，五次需要巨额弹。拿关门了，随手关门吧。还是带一
携在身上会比较安全。说我们要做门或干嘛的时候，开着箱子，我要拿羽毛。穿头干到尾，真的。羽毛。鱼。抗生素你有带哈？什么？抗生素你有带吗？有，哦，有就好了。干干！超多只，超多只！才刚要出巡就，这狗群！死样！刚出巡就遇到这个，这会不会太惨了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在家里附近复活，我们至少会在外面。等一下再跑一次。没有，我在你附近而已啊，农舍啊。哪里？地洞。在地洞搞了，出来了，楼上农舍。农舍。都有楼梯爆了，楼梯也在。箭头 ，no， 食物哎 ，yummy， 羽毛，好，不痛，啊，就往这边走吧。我刚冻掉了，呵呵。啊？我刚冻掉了，你有带？去捡回来啊！我要去到刚刚那边。
哎呦，洗我！干些，你先去看，你先去看，我先去看这边。这是啥小？僵尸挖的吗？干嘞，僵尸挖！狗狗在水边。嗯。狗狗在水边。僵尸挖成这样。蛮多只的，一二三四，四只狗在水边，五只狗在水边。随便就过去啊！哦，被发现了，后面拿武器靠背。嗯。我先把自己关在这个鬼地方。看这僵尸好恐怖哦！好，我引来了一群。太恐怖了，哇，成这样。还有。看到那个洞让我心惊惊。又不用拿吧？不用。我还不知道烂，我还不知道烂洞是干嘛。嗯。东西捡好了没？OK， 捡到了。就遇到僵尸群，我包包里面没有东西，所以没差嘛。可以撑那么久啊！啊！不过我喝酒精呢。要陪你了嘞。面了，你在看哪里？怎么看到旁边？旁边！你走错啦！后面呢？嗯。Oh my god！ 嗯。你干什么？不要跑！走了。哎呦，运气真好啊！
哦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空投箱哦。捡到空投箱呢。里面都是垃圾。OK。分解电子。我要喝水。喂，你干嘛？来水上啊！哎、欸，又有空投箱，哎、运气就是不一样。嗯，刚以为熊跟僵尸在打架。啊？我刚以为熊跟僵尸在打架。可是我没有看到熊、啊。我就看到熊了。哦。一个车。你是水源流出的。急救包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要不要再带一些急救包在身上？急救包？对啊，这边超多。好啊。地上。嗯。地上爬，一个站在这边走来走去。钢线头没有，卡住的。哦，上岸。其实这边不安全，去隔壁那栋好了。捡到钢箭头吗？没有，好难找。咖啡豆，不要紧。来一个门。上二楼。后门要不要顺便封一下？不用，在二楼就好。上来，大跳失败。干！
好不好？真的不会跳这个东西。跳旁边那个小柱子。旁边，旁边那个有柱子，有没有看到？我放一个，然后这样会弹掉。你这样没有骗我。这游戏怎么了？反正就是弹掉。我放一个铁板，然后就弹了，连柱子都倒了，而且我直接摔死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报你，我包包包捡一下。没有包包，只有铁。好，没关系，它不见了。我再做一个好了。守得住吗？不知道。好了，你尽量了，好不好？整理好背包，我就过去了。太莫名其妙了。这难道是 bug 吗？按一下一点的东西就那个一次，我的妈！
我错了。顺着水跑。你们刚刚是跑到哪里？前面会有个大湖。去吧。在水里僵尸真的走不了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我快要到了，你再等我一下下。但是现在蛮安全的。啊，我站立一下。好。可恶，这游戏怎么了？放个铁板，我们应该放多了，我应该不应该放在自己脚下，对不对？钢箭头啊，钢箭头。这僵尸在干嘛？害怕哦，站在上面，站那么高。什么东西？这样察觉到我，我都快看不到我在哪里了，还起雾。啊！前方都是啊，住宅。OK， 我来了。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以后不要把防御措施放在自己的脚下。差不多走错房子，我走到隔壁另外一间。掉了，啊！又被这个压烂了，真的是很讨厌。看他那个柱子，他怎么弹掉的、啊？我也很好奇。不符合道理啊！该我忘了把消音管放。不管，走了，出发，我们走。这里。烧走哎！丢，对，再喝一段，好喝。因为这边我来探过，可是前面这栋还没探过。我会自己的。
他竟然穿中锋敢打你！后面了。可以进来了，真假蛮多只的。也是没事来这么多。哦，空投离我们还蛮远的。不知道，我没有继续看。没有，我已经看到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哪个区间。上来。那个拿了。可以站哦，哦，熊去打，熊去打。人呢？后面有狗。哪里、啊？不是狗吗？不是，猪了。
想说奇怪，我明明就没听到狗叫声。我们可以在这边暂时躲到明天。如果跳不上来，按两次跳。我跳上来了。我想到这边白色有点怪怪的。不知道。你不要过来哦！你不要过来哦！这里有可能会帮你。是钢剑，没有箭头。先让我回去。来把甘草捆挡在梯子上来的地方。暂时安全了。我要进入下一关的游戏。我再做一次废铁墙，我他妈就不相信。我用栅栏好了，起码比较安全。需要食物吗？玉米，跟刚刚打了宝克的钻头。OK， 有就好，有就好。你散弹枪子弹还有几发？88。鱼吃辣椒也会有肚子反应。地上，地上。全速啊！可以的。比较省材料，比较省空间，往那个。靠北，狗狗。外面有挺多狗的。别在意。饿了，比早一样。该这子弹做成书啊。你小应该会杀了他的、嗯、熊也是会死啊，他不是 他不是铁做的、啊、那熊比较强，不知道。听到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出现，是不是？
现在没听到。你没有听到虫的声音吗？我就听到一大堆脚的。对啊，啊，所以我说听到虫的声音就代表说不得了啦。你不觉得你已经变追捕中了吗？有没有感觉而已。你知道有警长在我们下面吗？啊，师傅！他跟魔法来较量一下。好。哎，怎么差那么远？算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先不要探讨。等一下，这个子弹等下通给你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他们好像到屋顶来了？没有了，在下面。地上，快熊！地上，地上。熊哪干得了那么多只啊？反弹心脏，我们可以捡熊肉啊。那么多次，我们下去会不会直接呜呼？对。你正下方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我没有探头啊，只有在边边能打到他们情况下再打而已。游行。
快点啊！我们现在只需要把狗给宰了。因为你有搞的，有那些紧张。搞药吧。好几只嘞，不是两只。白插班英雄在哪里？哪里怎么回事？图书馆。
果你有找到设计图，你把它看下去读，看有没有读过。这台最后一套我都考过了。我来帮你改装一下，等一下再给我，等一下再给我，叫包包哥。你把这些设计图都还是读一次，他如果都读过了，你就把它拆成那个纸。够吧，可以吧，对不对？都读过了吗？都读过吧。有对。那你散弹枪交出来。猎枪也要。散弹枪，猎枪，猎枪。这个 OK， 这个比那个什么，比我自己做出来的比较好。地上，然后看一下哦，散弹枪不需要改，拿去。然后就拆成废铁。没有狙击枪声。
山寨会少很多，但是没办法，包包太多，包真的要做。近战武器吗？没有。好，等一下。我应该不会用到近战武器吧？那没关系，我用就好了。嘿。他比狼牙棒还要弱耶，那猎刀是干嘛的？开心。不知道。你是闹酒精吗？这种三罐。啊，有就好，有就好。我以为你没有嘞。啤酒不是酒精。是不是室内有跟你还有那个，我就忘记没。哎呀，干，你是有意见哦？我刚多插几把给你看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样感觉不错。到什么时候还在这边讲这个电灯？你去外面危险吗？嗯，有那个铁门应该很安全。可是旁边的建筑物不安全啊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们有椅子。健康加一啊。这个时候不太可恶。你一开门，他们就。
能表示闻到咖喱的味道。等一下，我顶你一刀，我跟你讲。嗯。身上带太多东西。但是都是必需品。你身上有空瓶吗？有啊。捡起来，捡起来，给你顶。你身上还有格子吗？四个。装三个武器，哎，老板在这里剩下一个。保险的。是吧？闹下肚子。把那个枪托给丢了，虽然是黄色的。不要帮你拿。太窄了。等下喝酒精赶路之后。就 OK 了，就有两个格子了。你还打一波。嘿。但是我没有他的装那个飞行器啊之类的，我感觉好像我们被打还是很痛啊。是啊，至少没有之前痛了，好不好？像现在被咬到还有什么吃吃药？我准备开门了。点开门，我们进来。六点开门。喝酒精 ，Go， 赶路哦！我们走这边看看。哦，熊在跟僵尸 PK， 他又要死。看得太入迷，没有在意到他。突然从我眼前，吓到我了。别怕，别怕。林杰，你身边有一个乱枪也可以打鸟的队友，真的都是在打鸟。靠，他乐死这个人。钢剑头，钢干你娘！过期的三明治。我觉得钢剑头应该是。一大堆房子没有拆到的，没有啊，钢剑头要从垃圾或者是僵尸身上的捡的。
我们之前有剪过，可是后来那个记录档爆了之后就没了。我忘记记录档怎么爆了。乖，乖，臭路，妈，一刀捅死，没刚到，该死。点点看僵尸。哦，不会痛干。这个酒精效果没了，再喝啊！我喝的是公酒精。清酒，我的一瓶酒，但是我现在是可没事。尽量等你的好不好？尽量。营地，略过好了。点地雷。略过好了，我觉得你会去踩到。你这种大营。你不会帮我先捶地雷啊？你可以这样，哦哟，就像这样啊！你就跟那僵尸一样，踩到就碰了就见了，尸骨无存。哎呀，地也可以回收哎，干嘛要把它踩掉？我又听到碰了一声。哎，那一团应该是遮住我们的啊，这个踩到地的。嗯，又有阴地。两个。这里是哪里了？哇，这还可以很久，干嘛？很会躲，很会躲。好奇，好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哎呀，学校，不知道哦。生物，去看看啊。反正他打进去。啊，跟你。我想要跟他打。因为我想要看他身上有没有那个箭头。听说是这种爬行僵尸身上才会捡到箭头，听说不确定，不知道。因为他被射爆脚，所以他才会打的。不知道，一听里面就是有僵尸啊。这个感觉就很难进去啊，我们要从哪里进去？加我们手不能打掉。他、啊、打掉啊，不就是帮僵尸开路吗？你在说什么傻话？你在干什么？没有，我在找一个比较方便进去的地方。叠一个跳本，你觉得如何？没有，他看来只有前门跟后门。那这个地方应该蛮好走的。压得快啊！等一下，附近僵尸。没有僵尸啊！进来了。哎，干干干！掩护我，掩护！掩护我，我要做钢门。快！我也想快，但是这个制作要时间的，等一下。正门来了，正门来一只。他不住，没办法放。
啊。从天而降的吧，摔下来的。我去把后门封起来。哦，这是后门。很阻挡的。你这样疯的！走，先去清僵尸，僵尸再不清掉，我们晚上危险。楼上很多。还有胖子。这样是不是？靠！你从哪里打进去的？旁边。我建议的话，好像还没有清空呢。下去啊！我听到声音，但是不知道在哪里。我好像在这哦。门外军的一只啊！哦，门外呀、啊！他怎么进来？破窗出去就好了。应该差不多了，可以找东西了。钢剑。这真的没办法分解吗？真的不行。
到处都是死的。有看到。有看到。猜他里面放什么？不知道。两钱？两本书干？看。面向墙壁上的看到了啊，外面是水，他没有办法敲木块。我手上只有一个，对啊，还有厕所。这果然间做的有点烂。哇靠！厕所没有门啊！大众澡堂啊！连个莲蓬头都没看到，你跟我说大众澡堂？啊，大众厕所。设计图哦，机枪啊，爆炸剑，这学校真的什么都教哎、欸，枪的设计哦，教学生如何制作狙击枪与爆破剑。同学们听好哦，你只要在钢剑上绑上四个东西。它就会爆炸咯，火药，在锅里面放火药，真的是火药。我再拿起来。好了，你火把可以收起来。好好，你带那个。被封起来，阿扎，我们怎么进去啊？算了。你这破坏不多。破坏掉。封的超死，不是我在讲。
进不去吧，另外一个。他好像也只有这个可以搜寻，看里面没有东西，上楼吧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不用上楼，还有另外一边还没搜。僵尸们，再慢一点。哦，这怕僵尸超拆超快的，怎么办？这门是可以开的。你现在来让人拆的，对不对？有一些门可以开，有一些门不行。要拆之前，可能先看一下。垃圾哦，觉得他们安静下来。这边柜子都收过了吗？还没。几乎都是衣物比较多啊。玻璃板，被锁住。维他命吃，哎，弹壳，搜一搜，一个晚上就过去了。我们还没搜第二层。你们虽然是找房，教室里面还是暗的，一直呀。我需要一些布，我要去拆衣服。这都是我翻的。你要破。做维护枪支的东西。不用很多啦，已经够了。
到的油没那么多、啊。然后你要等我一下吗？你要干嘛？我要去厕所。你去饿了吧？没有，我游戏先关掉，可能我怕会太久。那就先关吧。好，那我们影片在这边截一个小段落，等一下再继续。哎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先到这，因为我去厕所，等一下还会有下一部，我会放上去。那我们影片就先到这边结束，那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，也希望我的订阅人数越来越多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分享出去。那如果想定期追踪我的话，可以找我的 YouTube 上面按下订阅。想知道最近的情形或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都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跟我提问，或是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哦。那我们下个影片见，各位，我们下次见。